紧张，我是布莱电。我们是布鲁布鲁。哎，布莱电啊，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很严肃的话题。什么严肃的话题？就是又到了月中。哦，月中怎么了？哎，每次我这种月光族，一到月中，我口袋就空空的。奇怪，可是我看你平常没花什么钱，怎么会这样？平常耳根子软，只要有人跟我推销东西，我常常就会忍不住。真的假的？骗你干嘛、啊？这是我刚刚用过的卫生纸，要不要？哎，好啊，多少钱？哇，太快了吧！哎，不行啦，你这样子怎么可能活到下个月？哎呀，我这样子一定没有办法摆脱月中和西北风的命运了。没关系，既然是朋友，我就教你怎么拒绝推销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该怎么做？你就尝试推销个东西给我好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这口香糖有很多口味的。不就口香糖吗？会有什么口味？哎，我们这口香糖有香草、巧克力、葡萄跟科比马英九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科比和马英九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科比跟马英九交货的。哇靠！太恶心了吧！这种东西，哎，你去哪里找的？你不用管了，这个很限量的，就都剩最后一包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要那么恶心的东西？你要卖，起码也卖林志玲嚼过的口香糖嘛！神经病啊，谁会卖，谁会吃别人嚼过的东西啊？啊，你不就卖这个东西吗？你卖点正常的东西好不好？这就是自己卖的。对。先生，我这里有上好狙击枪、散弹枪，要不要参考？哎，这是玩生存游戏用的吗？做的好逼真哎！枪口不要对着人啊，这是真货来着。真货啊！那我在街上卖这种东西，你藐视法律啊！我在卖，你放心，价钱绝对公道。哦，这不是价格的问题，你这样是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。啊，你是买还是不买啊？这是威胁，你这样子不像推销了嘛？这我当然必须要买，可是。认真点好不好？一定认真，一定认真。就买一个人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啊？你在搞什么啊？一次5000就好。哦，我像这种人吗？像。哎，你看一下你自己。这跟我未成年吧？你这样犯法的啦，不能这样子好不好？认真点，认真点。哎，笑了呢，哎，三姐了啊，好笑啊，姐姐很有经验的，这跟刚刚的有差别吗？你上天堂啊！哎，你乱摸了，这么老的，付我钱我都不要。太老是不是？再等我一下。这不是老得更夸张吗？不给你爬出来，你慈禧太后吗？哎呦，这个不要，那个不要，你很烦哎、欸！你认真点，不要做黑的好不好？卖鬼印，你刚卖这东西，都不会有人想买吧？当个正常人可以吗？好好好，对，正常人。先生，我们是慈善基金会的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我在做爱心义卖。请你可以帮我们做慈善义卖，帮忙真的很累的吗？哦，说一下，解释一下。哦，好，200元对你来说可能是一天的餐钱，可是对许多人来说，可能是明天的希望。哦，这种真的很常遇到，就是比较难防啊。我这里有一支纯手工原子笔，一支卖200。1000块就好。1000块，刚刚不是说200块？我这个功能很多的、啊。你而已嘛，会有什么功能？我这个功能，我这笔可以这样子转。这笔很时尚的，放在耳朵后面。我的也行啊，而且我上班的时候常这样戴。原以为是京城五人上班呢、欸，你想太多了。哪有人这样子卖东西还打客人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
这个饼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功能哦。好啦，这个皮啊，就是它无色无味，你写出来什么变态秘密都不会被人家发现。无色无味，那不就什么都写不出来？不是给我断水吗？哎，你还骗钱的？不要这样，这么多客人，5000块买了4支，不然我1支算5块就好。5000块买4支，现在500还有优惠，还不错。对啊，又要买。哎，你看，500还太贵了啦，那人会500块买一支笔啊？对啊，500块再送姐姐一个晚上。我们这样不要做黑的吗？谢谢。